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游戏狂人，我又到日服了，今天要干嘛呢？来日服一区来看一下这里的排行榜，大家有多厉害呢？好，我们今天一样使用 King， 但是这个账号是观众的，所以我们要打架要特别小心。他还有阿修罗，但是没有同地。那我们究竟要使用什么核心来打今天的战斗呢？本片马上开始。首先我们到排行榜看一下，哇，这100万的战力比我们高啊，我们才70万80万的战力。好，就是你了，日本人啊，以前啊这个原子武士本身就很厉害了，都拿这个武士刀有没有？好，果然对面还真是一个原子武士，还加了暴走。这一次我的天哪，这个打到120万啊，我们这个新手账号没有这么多血给他打，还上了一个崩坏也倒了。好，我们一个反击，这一场战斗还是非常吃力，阿修罗的血还是吸不回来，前面还卡着一个锅盖头，右边一只梅尔做个减伤，连博士还对我们开枪，派上复制人又一下 King。 所以本场比赛不过到第二回合，我们的阿修罗就要倒了，索尼克又来了专属武器，哎呀，好，打不赢是吧？我就不信，这一场我们先投降，我们到外面去。好，来检查一下装备，把 King 的速度做一个提高，这样就可以出手了。好，哎呦喂呀，我来打电动了。好，第一场电动打完了，马上打第二场电动。好，投币完成，接下来来呀，你们来一次，来几个打几个，我们要为国争光，所以我们找有同地的打，一波流是吧？我用 King 把你的技能给锁起来，我看看你是一波流还是土石流，我今天要打到天经地义，我把你们统统打起来。好，本场比赛开始了，对手的 King 速度还是很快，那又如何？我们的气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好，一个反击，来呀，同弟，你来呀，上把阿修罗，把 King 给打倒，打不倒，微笑超人再一个普攻，还是没有倒。不过我们看到对手的气被我们封了之后，也陷入苦战了。马上深海王做一个酸石，轮到黑光两拳做个攻击，博士也来一个机关枪。好，这个时候对手的气要准备恢复了。他的黑光，哎呦喂啊，哇，到了第二回合了，我们这一次这个 King 能不能承担住呢？好，还是守住了，马上一个反击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们自己看吧。没有错，他被我们活活酸到全躺了，够酸的。我要把你们统统瞄准，我马上过来抽卡。你们看到这个右上角97150，还是有一个保底的机制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强者卷之后，还有一个精英卷，同样也有一个保底的机制。我们就快要保底完成了。明天另外一个账号会获得什么卡片呢？请大家拭目以待。然后我们又来抽卡了，这一次出来了一个紫色的，好，黄金球，没有错，我们抽卡抽到日文越来越强了，看到名字就知道是什么角色了。好，看到这个右上角的数量也慢慢增加了，目前到了196次了。明天 SSR 角色就要诞生了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家园的地方，这里是零体力，还有这里，太过分了！为什么有金石？为什么有？为什么日服有金石？太不为什么？